视，一个完全公益免费的佛教卫星频道。接下来请收看经典佛曲。
护持中华护生协会，邮政划拨，户名中华护生协会，划拨账号42138483，42138483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-001-195-679，012-001-195-679，护持护生放生超度阴生未生胎儿。
京市中华印经协会。本会成立于2001年，以宣扬佛陀智慧，推广佛教文化，培养人文胸怀，认识生命本质为宗旨。在慈悲置业中，中华印经协会扮演的是一个佛法文化传播与教育的角色。为了推广佛法普及各层面，大量畅印各类佛教经典、书刊、漫画，并录制录音带、影音光碟等多媒体产品，与大众免费结缘。结缘品有浅显的佛教漫画、卡通，建立基础观念的佛教故事、佛法浅说、因果故事，以及佛经重点集录、抄经本等等，品项众多，无法一一介绍。这近20年来，中华印经协会所出版的各系列结缘品总数超过16617139万册，加上有声影音系列，总计已超过23749909万册，受惠大众不计其数。此外，印经协会除了印赠佛书结缘，近年来更致力于建造佛塔与印制大乘佛教经幡，并在宜兰、苗栗、嘉义、屏东、恒春等地建造大型的佛塔，塑造约20万座华严经塔及小佛塔，同时印赠30000个转经轮，分赠海内外各佛寺、佛教中心、道场及一般大众，以推广和教育信众供养佛塔的功德利益。书是最好的礼物，阅读是最美的习惯。我们深信知识能改变命运，教育可影响人格。印经协会借由推广佛经法宝来弘扬佛法，更希望大众借助好书的熏陶，建立正向人生观，进而营造一种充满书香、清净祥和的社会氛围。上皈依，我们除了念自己的名字，还要加念当愿众生啊！我想不分国家，很多地方，很多受苦的众生，然后这次我们去大陆赶回来，更有无量无边的受苦的众生啊！哇，我们有一天晚上还故意跑到世博会啊，然后呢，很大很大的上海世博会，但是人家去参观了，我们是去超度的啊，去招请。啊，我想各个国家的痛苦的众生也会借这个机会来到有佛法的地方啊，因为他们都想要离苦，都想要离苦。那一天我其他馆都没去参观，我特别跑到非洲馆去啊，那非洲呢更苦，那边几乎是没有佛法的，所以就愿他们得到佛法的利益，要这样观想。